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乐高好心情。大家好，我是晴晴，我是晴爸。我们今天要来开箱哪一组嘞？我们今天要开箱哪一组？哪一组？好，我们今天来开箱就是这一组乐高的31133，它是一个三合一的一个积木哦，那它里面有三种形态可以互相变换哦。它最大的是兔子，然后这个是鹦鹉，这个海狗啦。海？你怎么知道海狗？它是海豹还是海狮？它在泡在海里。那、啊、可能是海狮或海豹啊。好啦，应该是海狗啦哦，应该啦。好，那我们就赶快来拆看看吧。阿苗喂，倒出来，我们有，哎呦，零件很少啊。啊？两包而已啊。没有啦，就两包而已。没了。好，那我们先来装海狗。这什么颜色？红绿色。粉红色啦，红绿色。设计的还蛮不错的，脚应该也是贝壳形状。好，我们再来装看吧。这是我们这个三合一的积木啊，我们这是想拼第一只海狗。原本以为这个蛮小只的积木，是头那么大，身体那么大。去哪里？吃饭吃饱，咱继续回来拼乐高了，是不是觉得有点爱困了？没有，没有，我精神很好哎、欸。哦，好棒，好棒，继续继续。你们看过《星际大战》？没有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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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子胡萝卜拿一支啊，来来来，哦好，感谢感谢。好，这是我们第三只的猪脚兔子，我最喜欢你了。兔子它很有趣哦，它一个胡萝卜，还有一个这不知道什么是什么，我不知道是什么花吧。啊，兔子它一样哦，它这个可以动的地方还是蛮多的哦，那些关节处啊，还可以趴着耳朵，还有垂耳兔啊，耳朵竖起来啦。我们这个三合一套组哦，其实我觉得还蛮超值的啦，因为它每一项组起来哦，都其实都还蛮需要花时间的这样子，尤其是最后一只这个兔子哦，装起来花了我们一个小时。哦，对，好，那总之呢，还蛮推荐给大家装的啦，而且难度也不会很高，对吧？难度还好吧？难度还好。好，那就这样子，感谢。谢谢。